欢乐中过年，欢歌笑声连成片，欢乐欢乐中过年，红红火火到永远。敲响吉祥欢乐鼓，节彩迎新虎，欢乐家乡最有福。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。晚上好。我是主持人张明。我是主持人管旭。哎，我是主持人老杨。我是主持人新月。俗话说呀，过了腊八就是年，过了小年呢，咱们盼大年。对，咱们就是往下过，咱们不出正月都是年，都是年。你就这么一说，我们是一直与年味相伴啊。没错，有句老的歌谣说得好呀。怎么说？二十三，糖罐粘。哦。二十四，扫房子。二十五，磨豆腐。哦。二十六，买块肉。二十七，赶大集。二十八要把面发。二十九要打壶酒。你给我留俩，给我留俩。大年三十闹一宿，肉丸饺子就着酒。现在咱们的观众朋友一定是都在紧锣密鼓的张罗着买年货。其实，在年货里面，应该说它蕴藏着一个最美的年俗和最浓的年味儿。你看，现在大家也看到了，我们首届辽视春晚的春节大集现在已经火热的开张了。刚才来的时候多热闹啊！我们来自全省的我们的驻村第一书记，还有我们新农人的代表，大家都带着各自的土特产来向我们全省的观众朋友报喜来了。哎呀，太好了！盛世丰年就必须得报喜。那我也有一个喜要跟大家报一报，那就是我们2022辽视春晚的重量级的嘉宾。都会来到我们春晚大集的现场，他们不仅会逛大集，还会给大家送大礼呢。列位列位甭着急啊，咱们就赶着大集，看着春晚，候着嘉宾。距离1月30号辽视春晚，咱们还剩4天的时间了。倒计时只有4天的时间了，现场的朋友们用你们的热情和欢呼声告诉我们，你们期不期待？哇，好热情啊！同时呢，今天晚上还会有哪些春晚的嘉宾来到我们春节大集的现场，给大家带来惊喜的互动呢？锁定今天晚上的节目，欢乐中国年！春晚倒计时，欢乐家乡年。下面咱们又请来一位辽宁的老乡，掌声有请李雪琴。哎，这么多人呢！没想到吧？这个雪琴今年也来了，啊，今年又参与了不少演小品，演了，跟谁呀？啊？那你不知道吗？非要往出说吗？先暂时保密啊，咱们可以1月30号一起关注咱们辽宁卫视这个春晚来了，咱就得有任务啊。我这手里边有这个任务卡。这里边带暗号的啊，你这句呢是你的脸上有颗痣，我脸上有好多颗痣，我这也有，说的是我吧？啊，是我也有一堆，但是你得找着说下一句这人。咱们呢，你看咱这大集都准备好了，咱们先溜达一圈，就搁这集里吗？他就哎，你找个人问问，看看谁能跟你对上这暗号。明白了，你的脸上有颗痣，哎，你就看着别人，你告诉他你脸上有颗痣，他要说你才有呢，那就不是。啊，明白了，走吧，咱走吧，走吧。你的脸上有颗痣，我这里有西红柿。你的脸上有颗痣，你猜我到底是不是？你的脸上有颗痣，我肯定不是。完了，那第一个咋啥也没有啊？赶紧上这儿看看。来了来了来了，这是咱们沈阳和锦州啊。主持人你好，你看我们沈阳的这年糕吧，我们锦州的大苹果。我要来个干豆腐大腐，我要红板儿。干嘛呀？正事儿别忘了。不是，你的脸上有颗痣。我脸上真有颗痣。你的脸上有颗痣。完了，你给大哥问懵了。我的脸上有颗痣。老李哥呢？完了，那不是吗？这是。你蘸酱没呀？我蘸了一点儿，我没敢给您蘸太多，再来点。你就蘸点酱，咋往下吃啊？你这口太重了。大口。味儿正吗？蒸了15，我看你找不着。看大葱不是吧？
看大葱不错，看大葱不错，你知道吃啊，你先吃啊。你想想，咱给你设计这人肯定得跟你多多少少有点关系，所以你得找一找，你看你哪来的呢？哎呀，铁岭的，那的。看看有没有脸上有痣的啊？我们铁岭人的热情，欢迎铁岭。你看，这都是啊，你的脸上有颗痣，他脸上没痣。啊！你的脸上有颗痣，大葱大蒜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呀呀呀！你好，欢迎回家，欢迎回到瘦的尽头。感谢，咱这是这么的，都说你是铁岭的，铁岭的这些特产你都熟不熟？给咱们，这啥不熟的？铁岭葱、开眼的蒜吗？咱们那是姑娘最好看吗？这就是代表是吧？除了吃的，你这铁岭还有啥特产？哎呀，那可能呢就是盛产好人。是这么整吗，大哥？我坐下。稍微荡底下，稍微荡一点。这不越荡越多吗？哎，这好了。对，好了。哎呀，这不是多了吗？这啥福了？我这个盘这福字多饱满呢。再写一个。这能拿起来了吗？还啊，哎，虎年你想写个虎也行，写一个虎，虎字会不会？有那字的事儿。哎呀，好，哎呀，好，那你试也好，哎呀，好，收住，你这虎还行吧？给大家写写你那虎，我这虎。这个啊，正常人家老师傅写这福字卖5块钱，你这得卖15。我这大呀！你这废料，你这个有没有要的？补一个福，这福给你吧。这虎这虎给这大个的给你来。给送福吧，姐姐给。我那一大坨呢？我那一大坨呢？没有要我这一大坨的。这得送体格大的，我告诉你。你咋你都有一个了？你把那虎给他，你是瞅他挺虎吗？这。祝各位伙伴们福到您家，虎年大吉。光顾雪糕，欢乐讲大吉，年货要配齐。我们不仅呢给大家年货配齐了，我还给各位配了一个重量级的来宾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大家安静啊，仔细听他的回答。过年会看辽视春晚吗？会。用东北话形容自己。就当玩意吧，就当玩意吧，就当玩意吧。小时候最盼望的事儿是什么？压岁钱。最爱吃的三道东北菜是什么？西红柿炒鸡蛋啊，还有那个蒜苔炒肉，什么？还有那个辣椒炒鸡蛋。最喜欢吃什么馅的饺子？韭菜馅。说出自己的三个缺点。没有。三个缺点？一个没有。三个缺点过。今年是什么年？虎年。你属什么？我属虎的。2022年最大的心愿是什么？家人孩子都幸福平安。春节到了，最想跟家人说一句什么话？我爱你们。完了。哎呀，看你对这个这项任务的完成度来说，我觉得你无论干什么事都有一种韧劲儿，无论如何要把它干得最好。掉脸了，还是有瑕疵。有瑕疵是吧？有瑕疵。那我们就给它放进去，圆圆满满，对，那个也给我，一个不能少。我们都知道，平时呢你还喜欢唱唱歌，然后还会一些魔法。今天在现场呢，也给我们展示一下你这方面的绝活，好不好？那我就简单唱两句。朋友，我永远祝福你。朋友，我永远祝福你。朋友，我永远祝福你。你
还有谁？张宇吧，再来一个张宇啊。随意走，花又落，用心良苦却成空，我的痛怎么形容？一生爱错放你的手。哎，那味儿，哎，你带零钱吗，金总？麻辣拌的那声，零钱我没带，我知道你带着鼻子来，闻味儿来的，扫码就行了。哎，过年好，各位。哎，过年好，过年好。我说怎么这么多人？你看看，太好看了，这旗袍美不美？你们女同志就爱看这美不美，美我也穿不了，我这没用。小肚子。是，你别看这旗袍美，我懂。哎，你懂。话说。抚顺什么地方啊？满族的故里，旗袍之都。话说想当初，那是在1611年，努尔哈赤是建立了八旗，旗袍就应运而生了。随后经过了数百年，风云变幻的发展，这个旗袍也就成为了最具中国元素的世界服饰品牌。咱懂。可以啊，给杨叔鼓鼓掌。继续逛大集了。好，各位大家好，我是杨月。我的心愿呢，还是在辽视春晚倒计时《欢乐家乡年》的现场。我相信呢，大家伙期待了一年的2022辽视春晚，还有四天就要跟你见面喽。现在咱们活动活动身体，那去运动环境来如何？应该运动。我特意为您二位啊找到了一个高科技产品啊，来，这是咱们这个传统舞蹈的道具相帽。哦，哎，我说一二三，一会儿二位啊头呢就晃起来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一、二、三。哎，古老师非常漂亮，天阔你得加油了，天阔，这是格子呀。哎，我这头有点晕的。吴老师成功的把自己给缠了起来。二位现在晃得这么好，咱们增加点难度吧，好不好？太难了。咱一边晃的时候，一边给电视前的观众咱们说点吉祥话吧，好不好？啊，哎，二位谁先来？年年高升，吉祥如意，心想事成，阖家万事如意，虎虎了吧唧，虎了吧唧，虎了吧唧，一龙如虎添翼。哎，是，百尺竿头更进一步，心想事成，锐气盈门。我天哪！好嘞，哎，好嘞，哎，灵虎添彩，金虎送彩，玉虎纳福，虎虎生威。看你家天会行。二位肯定是有点迷糊了，我吓着二位。看的都是双眼，是不是？对呀。刚才那吉祥话，我觉得二位说挺溜啊。真的？那可不。最后咱们一起给电视前的观众朋友拜个年吧，好不好？好啊。衷心的祝愿大家2022虎年大吉。皇姑雪糕。哎呀，宋老师啊，早知道你穿这身儿、哎，不是不是啊，可以叫峰哥就行了啊，或者阿峰都行，是吗？对对啊，那咱掌声欢迎阿峰。对，啊，你愿意说掌声欢迎阿峰啊？你这到底怎么着？你定一个，对对对，差人阿峰，阿峰啊，阿峰啊。今天咱哥俩、啊、好好去逛一逛，重温一下啊，感受一下当年的感觉。走吧，阿峰，咱就走起来，看看啊，来，我是奔味儿来的。哎，说实话，这个我可知道啊，这是我们辽阳的酸菜锅。这小峰，辽阳酸菜锅应该是比较注意这一口吧？哎，太好了，来一位，要炖2个小时以上才入味儿。
哎呀，说半天啥意思？就这意思。怎么样，感觉？投喂，你闻闻，来，你闻闻。涛哥马上给你。这个味道的问题就已经不用闻了，说实话，我在那边就已经听到了，下边还有配料呢。我说实话啊，这个味道做的那是非常正宗，相当棒。这个菜很难做，就需要时间熬出来的，熬出来必须把它骨汤的汁儿熬出来，浸到这个酸菜上，有点小时候在老家吃汤菜的感觉。哎，太好了！接下来咱们民间食神品尝一下咱们本溪的特色吧，好不好？正是玉树临风的风哥吧？啊，是我。你好，峰哥，这是我们驻村第一书记啊！哎呀呀，书记辛苦，书记辛苦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咱本溪这次带来的是什么？闻这味儿好像是羊汤啊。羊汤，羊汤，那最有特色的本溪羊汤，而且还有至今有这个三四百年历史的羊汤。哦，尝一碗来，尝一碗了。好，味道怎么样？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太美，太美。这种香，这个滋味，并不是说靠味素和这个鸡精调出来。它是羊汤原有的味道，就是原生态的味道。对对对对，我再配着点胡椒粉，配着点葱花，你看色香味俱全。可以说这个汤，这个是好汤啊。我峰哥是诗人，要会给我们做什么？所以特别期待您在我们这个本溪羊汤啊，本溪县羊汤能够给我们。吟诗一首，相信大家特别期待，是不是？啊，有点有点。本溪流传一道汤，嗯，都说味道整挺香，没事你去尝一尝，嗯，喝完羊汤准健康。好，感谢书记啊，能为本溪代言。辛苦了，这才是我们的好书记，应该的，辛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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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快来尝尝我们朝阳的好东西。这尝尝什么东西？这是地上的驴肉啊！您尝尝，长长的耳朵一身毛，是的，一般的地方吃不着。哎，浑身上下长着宝，嗯，犟着来吃，味道真好。风你不得了，天南海北都知晓啊！你来我们鸭绿江边走一走，看看我们山东的好物好不好呀？好好好，哎呀呀呀呀！来来来，敢问来者何人？啊！我就是江湖上人见人爱、花见花开、车载车爆胎，美女看见自己嗨的阿峰，阿峰，阿峰。丹东最风光以前啊，百年才成的丹东三套，给你品尝一下啊。他真是丹东人，说话声口音真的是。那必须的，必须的、啊。说实话啊，这里边这个加了个葱还，我还第一次吃。哦。以前吃里边都放这个香菜。香菜是吧？啊，放香菜，放这个，但是放这个葱还，我还头一次。哎，放葱的味道挺好。这是丹东家常的吃法，就这样吗？对我们当地的吃法。放葱吗？放葱。哦，都说辽宁美食多，酸汤子我最爱喝。啊、哦，你要问我能喝多少？多少？去了这碗我还能整一锅。你想好，你想好，你看看后边那锅再说话。一锅就先不整了，咱还有别的。啊，大伟，我们放什么？给您介绍梭子蟹，梭子蟹。哦，对，我们黄蛮子的大母蟹。对，这个蛮黄的，梭子蟹有名啊。此情此景，我要。哎，你都快赶上乾隆了，走哪都吟诗作对的。啊，丹东流着两河水。嗯。海鲜水产味道美，特别要说梭子蟹，嗯，一直长了石头腿，还有什么？大还有我们的草莓，对，这个丹东的石头草莓确实可以给您留天下闻名的这个，哎，可以给您留了一个草莓之母啊，之母这么大。哦，那我来个草莓之父。我发现，
怎么了？你这鼻子长得怎么像丹东九九草莓似的？怎么的？红红的，不是上面全是点儿。我们代表家乡人民送您一份礼物，谢谢。我们把整箱的丹东九九草莓送给您，也欢迎您到我们的家乡丹东来，感受鸭绿江的水，感受鸭绿江断桥，感受很多红色的历史文化的。对，撒手啊你的问题。新的一年了，祝大家虎年虎虎生威，虎年开心快乐，虎年健康。哎，别像他虎超的。我小的时候觉得特别犯规，过年的时候可以赶集。哪个小朋友不盼过年呀？就是啊，买个好看的衣服啊，买个小零食啊，你看，顺便还能买点玩具什么的，小心情。你看，好，我去那边。有一位女士带着孩子，咱们过去聊聊。你好，过年好，过年好，手里还拿个糖人儿。嗯，刚才妈妈给我买的。哎呦呵，不错，栩栩如生。妈妈给买的，好，记得看春晚啊。哎，最喜欢看谁啊？想跟贾冰一起来吗？贾冰，你这样啊，看着那边那扇红色的大门了吗？那红色的大门后边啊，就是我们今年辽视春晚的录制现场。今年的辽视春晚可以说是相当的震撼，舞美效果相当好看，360度的环形的舞台，你上看下看左看右看，就是一个字儿好看。两字儿了，你太想介绍了。不过我们要把更多的悬念留到1月30号晚上辽视春晚的现场。对。不过说到贾冰啊，他倒是很可能在你不经意间就出现在我们春节大戏的现场啊。对，我们可能在春晚的这些来的这些嘉宾当中。都有可能在大剧当中，对，你很有可能遇到他，那太好了，期待啊，多逛一逛。今天我们现场请到了欢乐范美丽的一家人，跟大家打个招呼。因为咱们欢乐范美丽的一家人陪伴了我们已经是6年了，六载的时光，说长也长，说短也短啊。因为短是大家可能还没看够，新的一年，新的一季马上要重装来袭了，有什么具体的愿望没有？我有。哎呦，抢答！我的愿望就是跟我老公能生个二胎，是吧？响应国家号召嘛。响应国家号召，对，你差不多得了。你节目录着呢，现在就是录着呢。我说的是戏里，我们生活当中不可能了。我说的是戏，欢乐饭，这是戏里。今天看我们这个春节大集啊，有好多好吃的，比如说啊，烧花鸭、烧雏鸡、烧子鹅。卤煮卤鸭、酱鸡腊肉、松花小肠，哎呀，晾肉香肠，想吃吗？想。这些都没有啊。哎，没有啊。但是呢，我们准备了辽菜。想吃的话，咱得先做个游戏，赢了才能吃到这个菜。咱俩做裁判，他俩家竞争啊。预备，开始。酸菜，川咱肉。哎呦，这么难！默契十足，出的挺难的。小什么？巧小小鸡儿炖火过。哎，这也是五个字啊，不甘人后啊。虎豆会会啥？子。五炖牛排肉，土豆炖什么？炖肉，拆骨肉。哎，东北菜吗？拆骨肉吗？东，哎，这怎么害你呢？怎么害你们呢？溜肥肠。好，冬瓜，冬瓜，就这地方。冬，北大，一，大米北大二拉皮儿。啊，拉皮也可以啊。啊，东北大拉皮儿嘛。溜，干，尖儿。哎，大哥，你来吧。尖。完子，好听。完犊子，完犊子，煎丸子，没有煎丸子，没有炸丸子。观众朋友有没有煎丸子？没有。哎，赢了，我赢了。赢了。
夫家获胜了，我们上菜。刚才报的好像这里都有啊，还有你锅包肉、溜肝尖、大拉皮，还真是。哎呦，真的。大姐夫，二姐夫家可以品尝了。耶，我可以请大姐夫吃吗？对呀，这也可以。对呀，你看我们就是其乐融融的一大家子，多和谐。我们连小姨子都一起请了。来吧，大姐夫。哎，咱们这个获胜者这是请，咱还有失败者，刚才游戏的。天哪，我告诉你，好吃啊，这个我跟你说，这个太好吃了，真的。我跟你说，我是生在辽宁海城，我是纯正咱东北人。但是这个玩意儿我都去冷冻，完了呢，从冰箱里拿出来以后，用凉水缓它，吃的时候完了，一嘬，嘣，那水全都嘬进去，整个就瘪了。你看我，我给你嘬一下。等会儿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这个好像不是，这好像是个暗器，宝贝儿，挡挡硬啊。太硬了，你是不是故意拿着画完的呀？还没画完。这是小米，哎呦我的妈的，大姐！哎呀！哎呀！小心点！欢乐范米粒大家庭给观众朋友们拜年。跟咱建一盖里差不多吧，这里面一定有硬角舞，大凉鸡来一个，还有汤圆，走吧。这什么玩意儿？这玩意儿好，你懂不懂这是什么？不懂。以前大户人家叫门当户对，那个。就是有这两个东西，就是证明人家是富贵人家，富贵人家。你这媳妇儿，你下班可拉倒吧，我俩不信。买俩多少钱？买俩，能便宜点？能便宜。二十，拉倒。给，别多。哇，这些裙子都好漂亮啊！真好看、啊！我们春晚一共有多少套服装啊？我们今年春晚光开场就，而且时间很紧，好几个月吧？没有，我们今天是制作设计一个月的左右，一个月就完了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春晚的服装制作。对对对对，而且光是开场还不算小品，而且设计也是咱们设计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根据不同的大小还得咱们自己改，必须的啊！这么重的任务量我们都完成了。嗯，好，看一下我们今年的开场吧。我想问一下，你看我这样的身材的，可以练炸鸡不？不可能，咋就不可能呢？这玩意儿难不倒我。哎呀，可以不？这么胖，同样也可以。你们做过最贵的事是什么？今天就给大家见识一下价值上千万。转播车，毫不夸张的，我真的是第一次进转播车，好酷好酷，像太空舱一样。那个操作台不就是宇宙飞船的操作台吗？小时候家里要是有这么多电视的话，我也不会跟爸妈抢电视看。光顾雪糕，欢迎光临大
大连展台，这是我们的驻村第一书记。啊，是吗？我是大连普兰店区鄂甲街道鲁凤村第一书记熊占峰。是吗？熊书记您好。啊，熊书记给您准备了一份大礼。啊，来，我们这是货真价实的海参。我的妈呀！这去吃海参？这是大连海参。太正宗的大连海参，而且是太优质的了，就是特别筋道，是吗？然后一点腥味都没有，是不是啊？嗯，太好吃了，真的。哎呀，真好吃，我跟你说。又有的。杨老师，今天我们给您准备了一个大礼包，对，这里有深海的各种海参、鲍鱼、生蚝、扇贝、大虾都在这里。但是杨老师，这份礼物您不能马上拿走。嗯。为什么？得玩游戏。啊，可以，没问题。驻村书记，我接触的比较多，书记你肯定不会为难我哈。对。你不可能让我拿不走。对。桌子上放置一杯倒满酒的酒杯，严学晶老师拉动酒杯下面的纸巾，在30秒规定时间内保证酒杯不洒，纸巾不断，就能赢得大奖。书记啊，书记，你可是驻村第一书记啊，你应该把这些放到第一个呀。您这个一会儿断在哪儿，停在哪儿，相应的礼物您拿走。啊，但是今天咱们这个书记说了，熊书记说了，只要是说您超过的这些以上的所有的奖品，您都可以拿走。那个大礼包呢？这个大礼包，那个是我赢不赢我都能拿走。一会儿按照严姐的性格，他可能不玩了就。闭了。好不好？您准备好了吗？准备。那我先检查检查。有没有断的先？嗨，你没问题，老师。那你这你是万一什么人了？这是你的书记都把好吃的放后边来。我求各位，为了礼物来，开始，老师加油！一二，加油！各位看严老师这表情啊，小心翼翼。严老师厉害呀，别撒了呀！坚决不会。我跟你说，我跟大连太有缘了，是吧？严老师，我儿媳妇就大连人。是的，严老师。对。姐，我劝你就别说话，给我鼓鼓掌。啊！我马上就要胜利了。真软呐！哇哦！赢了！加油！好。肯定的呀，来吧，书记，这个大礼包，当之无愧。快点给我拿家去。杨老师，这个靠游戏得，这个要送给您。哎呦，这个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庄河的剪纸，然后今年明年是虎年嘛，所以剪了一个老虎。这个老虎造型，您看，虎头冲下，虎尾冲上，象征寓意的是幸福吉祥，虎年一整年。谢谢兄弟姐妹，谢谢啊。然后那个我也没什么要回礼啊。啊，行啊，您说什么都行。大连是我像我家一样啊，是不是？你看我儿媳妇是大连的呀。是。唱一段吧。漂流四方也不行。祝大连的父老乡亲虎年大吉，大吉大利。哎，新月，我发现逛来逛去啊，这个辽阳展区的人可真是不少啊。是呢，这都看什么呢？大家过年好。我特别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浩南啊，我们想要在这儿碰到他，是沈阳航空航天大学派驻到华子镇后屯村的第一书记，年轻有为啊。大家好。哎，你在这儿干嘛呢？介绍辽阳特产吗？对呀，我在为辽阳的农产品代言呢。是吗？今天带来了好多的农产品。都有什么呀？都有辽丰葡萄，还有辽阳的富硒大米，还有不老梅随餐饮。拿在手上呢。哎，你说到这个，哎，辽丰葡萄。辽丰葡萄，看一看。多大多饱满，让我想到我一特别好的朋友，就是辽阳人，但是今年过年他不能
回家了，因为在南方出差，然后特意跟我说，说你能不能给我寄两箱辽峰葡萄，有那么甜吗？非常的甜啊！你洗了吗？洗了，特别辣。那咱得尝一尝啊，是不是？这为了您朋友负责任，对不对？尝尝，尝尝，都尝尝，哇！真的特别好，哎，这个肉质很时尚，这个葡萄也这么大。哎，那看来真得下单了，就给他寄过去两箱。哎，我们俩今天都下单多少单了，对不对？这大吉的产品太丰富了。对，一整圈大吉逛下来，其实卖的不仅仅是年货了，更是一种家乡的味道，更是一种亲情的味道和乡情的味道。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儿啊，别光顾着买年货，1月30号要干什么啦？收看辽视春晚，漂亮。闻到什么香味没有？闻到了，好像不是辽峰葡萄，肯定不是啊，咱看看去吧。好，再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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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今天呢，给各位请到了一位重量级的嘉宾，欢迎刘老。主持人好，大家过年好。今天我们的第一道菜呢叫青稞米烧海参，我们来看看这道菜该怎么做。先倒油，热锅凉油，锅烧一烧再倒油，它就不嘎乎。对，大半的葱花，加这个葱油，要煸出香味来。像我们年轻时候呢，做菜非得用点大油，就香啊，腻啊，而且有那个小时候妈妈做菜就这个味，对，就有这个味儿。那个大葱不亚于海参，感觉那好吃，大葱对，融在一起，用直接就给它放到海参里，一会儿一起烧。这第二步是青稞米，是吧？对。哎，青稞米为什么还要烧一下呢？我们正常都用水煮啊。已经煮了，煮完了，给它入点味儿，让它和海参的味儿融在一起。这个加的是什么酱油吗？哦，海参汁儿。这个青稞米就弹，出量也大。对，比一般的米能两倍的出量。这是摆盘的环节，是吧？那个卷是鳕鱼的。哦，鳕鱼卷。咱把这青稞米酿在里边。我们两边同步进行，这边摆盘，然后这边的话烧海参。是，我们发海参的时候啊，有的时候就，哎呀，有海水味儿，所以我就看我的老师傅喝茶，那壶里是剩点茶，连茶根儿带茶，就倒到发海参的水里头。茶叶啊，茶叶，哦，这个茶呢，能把那个脏东西都敛到一块儿，敛到茶上面了。而且茶要是碱性，它对泡发海参呢有长发作用。哦，能让海参变大。完，它还去异味儿，去异味儿。我们辽宁菜呢，有一道工序特别重要，勾芡儿。勾芡儿，对。海参已经基本入味儿了，里边有味儿了，但外边表面光滑，水分多，不容易有味儿。用勾芡儿这个手段，把滋味鲜美的汤汁勾在海参的表面上。最高境界是什么呢？吃芡儿不见芡儿，吃油不见油，就是海参芡儿油融为一体了，保味儿啊。保温、保光、保亮、保香。哇！这应该尝一尝，我应该尝一尝是吧？好 Q 弹。哇，这海参入口首先是特别特别的嫩和 Q 弹，再有的话，这个里边真的是包含着葱香的，所有的味儿全部都融在海参上头了。电视机前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们，你还愁你的年夜饭上没有好菜吗？今天呢，我们刘老已经给大家教了这个鳕鱼青稞米烧辽参，你们是否喜欢呢？如果喜欢的话，不妨来参照我们这个整个的做法，给自己的亲朋啊、好友啊，都露露自己的手艺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在虎年能够新年快乐，虎年大吉！欢呼雪糕！大家好，我是谁谁。我们今天现场来了两位重量级的嘉宾，是喜剧界的巨人潘长江老师和潘老师。欢迎二位，欢迎回家。谢谢。多长时间没逛大集了？哎呦，我觉得我能有个20年、30年没逛过集市，是不是？潘阳呢？我也是，就这个印象中还是小时候逛过大集。来到我们这儿之后，看看各式大集。
级都有。咱先逛哪个市？因为我是铁岭人嘛，所以我准备逛铁岭的大街。来，比较大的城市走着。走。嗯。哇。大叔你好，你好，哎，欢迎好，欢迎好。这是我们铁岭的凡河镇的第一书记，哎，是吧？我姓李，哎，姓李，姓李，哎，木子李。木子李是的，年轻吗？帅不？帅。我们铁岭人都这么帅。大哥，我先给你介绍一下，我是铁岭榛子，您一定知道。这我知道，这我知道。是吧？铁岭啊，被称为中国榛子之都。铁岭榛子什么特点？粒儿小，但味儿香。就像潘老师曾经说过哈，浓缩的都是精华。哎，但是浓缩的都是精品。您拿一个，回去慢慢品尝。过年了，也办个年货，好不好？谢谢。还有什么新鲜玩意儿？我向潘老师说。给一小时。您看，您面前的这个咱们铁岭的大葱，开元的大蒜，这我知道。铁岭的葱，开元的蒜，铁岭的姑娘最好看。谢谢。潘老师刚才非常辛苦，咱有没有什么吃喝啥的呀？吃这啥的？不是，我听说啊，咱前面有牛肉火烧，咱一起去看一看。来，走。牛肉火烧就在这边。哎，潘阳哥，我如果没记错的话，潘阳是小时候吃着火烧长大的。哎呀，是吗？太爱牛肉火烧了，吃牛肉火烧让我长高。你这个意思就是说，这潘老师小时候没吃着啊？吃的少。啊，我记得特别清楚，潘阳小时候上学的时候，我的最爱，一定要吃一个这个。最爱就是吃到牛火勺才是满满的幸福感。啊，这个火勺，这是热乎的吗？来。哦，谢谢。哎呀妈！这熟了吗？是哪个？这个熟了是吧？这个味道怎么样？还是小时候味儿。小时候味儿没变，棒棒的。嗯，潘老师，您觉得怎么样？哎，别浪费了，把这个都吃了吧。对，他妈有塑料袋吗？有塑料袋吗？有塑料袋吗？带哪儿？这个打包袋，给潘老师打包二十个，打包。不用，把这几个就行了，这几个就够了。潘老师，您一边吃着，一边别忘了给咱铁岭的父老乡亲送一个祝福。首先感谢我们辽宁的父老乡亲，因为。没有辽宁这块土地，就不一定有潘长江的今天，尤其铁岭，因为在铁岭，我无论是从生活，还有我整个成长的过程，都离不开家乡的父老乡亲们的厚爱。刚才一吃火烧这个口味，让我想起了我小时候，潘阳小时候，那个时候，真的吃着我们铁岭的牛肉火烧长大的，真的。因此说，特别感谢家乡的父老乡亲，现在依然对我的支持还有厚爱。那么在这里的衷心祝愿我们铁岭的父老乡亲，祝你们虎年大吉，祝你们虎年有个好的身体，开一个心，谢谢大家啊！谢谢潘老师，来，掌声有请高小潘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啊，辽宁的朋友们，大家好。这今天邀请这个小潘来到咱们这个年货一条街，咱得逛一逛啊。哎呦，但是不能单逛。我还试着逛，因为我们真的非常诚心诚意给你准备礼物了。哦，是吗？啊，但是想得到这个礼物呢，你得先完成任务。哦，没问题，我就不怕有任务。来看了吗？你手里就是一个任务卡。好，你自己打开看看。暗号。对面的女孩看过来，不要被我的样子吓坏，其实我很可爱。对应暗号，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，熊熊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。这样咱就先逛着走好不好？啊，这是鲜百合。鲜百合，鲜百合是咱们东北当地的鲜百合。来，您尝尝。来，这个刚蒸的甜百合。哎，哎，太好吃了。过去啊，一般都是丫鬟递给老爷。老爷，您尝尝啊。哎呀，哎，猴子，凉。好喝，真好喝。山东美酒，哎，敬家人。你们也太会做广告了。带着走。别！第一个题是什么题？哦，对，嗨，你要不说我都忘了。对面的女孩看过来，哎，我什么词来着啊？不要被我的样子吓坏，
其实我很可爱，好可爱。来到了这个锦州呢，哎，说话必须带一个后尾音，锦州呢。这样你就锦州口音对一下暗号吧。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呀，看过来呀，看过来呀，不要被我的声音吓坏呀，其实我很可爱。好像有点吓坏了。但是说实话，我觉得这个确实太难了，所以我帮你想想办法啊。其实你看这虎年嘛，我觉得这个对暗号的人兴许跟虎有关。暗号，对面的女孩看过来，看过来，看过来。虎年嘛，我觉得这个对暗号的人兴许跟虎有关。哦，哇！我又发现一个姑娘，你看她脑袋上戴的那个虎纹，要不要再试一下？对面的女孩看过来，看过来，看过来。不要被我的样子吓坏，其实我很可爱，行不行？有问下讨厌。天空是蔚蓝色，窗外的风筝。哎，这个小帽子挺别致啊，要不你再试试？对面的女孩看过来，看。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，新人呐。我在这儿一直给您排队买这个年货大礼包呢，谢谢。还有一样没买到呢，就是他家这个粘豆包。哎呦哇，粘豆包，这个粘豆包太具有咱们东北特色了。来吧，粘豆包好吃。这不光有粘豆包，咱还有麻辣拌呢。我是咱们辽宁日报啊，祝抚顺县海浪乡苏沟子村的第一书记李江天。我这个村儿还专门生产那个大榛子，我要把这个。我们松鼠这个榛子送给你，希望你能满意。必须的。掌声欢迎高光老师，过年好！过年好，过年好，妹妹。那今天呢，请您来到这里，有一个任务交给您，就是给我们现场的朋友派送惊喜。给你们的。张老师套过圈吗？套过呀，真的套过。就小时候那时候，那个十块钱一摞。就是问你一下战绩怎么样？战绩我一般花十块钱能得一个勺子，塑料的。哎呦，大家鼓鼓掌吧，给您加加油，希望今天您成绩能超过以往，好吗？好的。啊，是这样的，我们现场呢看那面题板有 A、B、C 三个选项，每一个字母后边。代表一个数字，就代表您今天能得那个圈的数。好的，好的。那您先选择一个吧。我先选一个啊。我喜欢这一个圈。哎。哎呀，我天哪！这是十个吧？十个。好，那有请我们工作人员，十个圈送给我们邵峰老师。啊。这是十个吗？哎呀，他是这个免费又送了我几个，可以，谢谢妹妹，最善良的妹妹，我可以套了吗？可以，来套哪个？就他就叮叮叮，一二三，加油！哇！天哪，小马老师，这个是你的。这样，我们先来看一下这礼物是什么，可不可以？看看啊！太厉害了！来，我们看一下这礼物是什么。辉山乳业鲜博士鲜牛奶一箱，耶！来，恭喜这位朋友。等会儿还有个问题呢，我得问你。好，还有个问题啊。问。辉山乳业的13万头牛是自己养的吗？是。哎呀，自己养的。这个问题略微简单了一点。恭喜你。谢谢。奖品呢？哎呦，太好了，给我。哎呀，你呢？把盘子给我留下，抱走。好，恭喜这位朋友，也谢谢邵峰老师送给您的幸运。哎呀，如果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，我这礼物全都送出去了。对吧？姐，酒啊，这个小姐姐说的。好，酒啊，哎呦，你给我弄个酒你。酒在哪里啊？哦，那么远。太厉害了，我来一份礼物，我们告诉他是什么？辉山乳业春节礼盒一份儿，这
这个不错啊。这个问题也特别好的，可以用开水给宝宝冲奶粉吗？不可以。哦，答对了。我加了一下，你怎么知道的呢？但如果用开水的话，应该会破坏蛋白。答对。真厉害。得用温水是吧？对，有40度。哦，祝贺你，来。拿着羊，哎呀，这个多漂亮，这个礼物好棒，包装也特别好看，啊，来，谢谢你，也感谢下一个谁来？你的啊，三号啊，三号在哪儿呢？啊，在那儿呢啊。哎呀，我研究出来你们的套路了，本来脚在这儿，然后一个滑步。没有，我们这个脚没动。啊，可以，可以，我前一点。不是你是，你看我这个脚没动。来看一下，严重的作弊，没关系，来，太厉害了啊！你和少峰老师比，谁的个儿高？你，哎呦我的天，哎呦我的天，这个大哥，我跟你说，这是少峰老师，咱还没说礼物是啥呢？啊，礼物啊，对，徽山乳业春节礼盒一份，恭喜。我觉得可以给两份，我觉得也可以。真正的问题来了啊，冲泡奶粉是先放水呢？没有，会抢答了？为啥呀？我在家总冲啊。就是那个给孩子冲奶粉的时候，一定是先放水，然后哦，然后给他搅拌均匀。你是这样做的吗？对，是这样的。这个记忆有点久远了，好像。是这样的，对。哦。但好奶爸真的要给您鼓掌，祝贺你，来。太棒了，谢谢谢谢。小哥哥，你过来。你要几号？只有五号了哈，这个脚不动啊，你看这个脚不动啊。嗯。我嫌这个脚不动吧，这个脚不动，这回啊。哎呀，太悬了。太悬了！我刚才用气功就把它给逼住了，是，快点吧，少峰老师，咱看奖品吧，一会儿它该掉了。你获得的是徽山乳业成人奶粉礼盒一份儿，欢呼一下，耶！你这问出来了，真山牛产的奶是什么奶？多简单的问题啊！就跟我是一个优秀演员这个问题是一样的嘛？对。哎呀，祝贺你！祝贺你！祝贺你！拿走吧。最后，我们一起祝愿观众朋友们新春大吉！好，现在我们来到了辽视春晚的后台，大家都在化妆。哎，后面有一对，他们都穿好衣服了，我们来采访一下他们是干嘛的。今天这身装扮是要干嘛吗？上台是扮穆桂英，是要扮穆桂英。那我们穆桂英她，你是上台唱歌还是跳舞啊？跳舞。跳舞。那我们现场来一段。我们拿一个红缨枪。然后上台的时候是交叉这样的。交叉拿着。第一个动作是一个亮相。很酷啊，这个动作，是不是？第一次来参加我们春晚吗？是。紧不紧张？有点紧张。没事，别紧张，放轻松。那我们要不然表演一句唱歌，我学一学，尽量跟着你的步伐来吧。啊，可以可以，我也会，我小时候可喜欢唱这首歌。让我们荡起双桨，小船儿推开波浪，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塘，四周环绕着绿树丛墙。机房重地，严禁入内，但是我有证。走，带大家看一看是什么机房。哎，打扰一下，老师你好。咱们这个整个房间是用来干嘛的？我们这是音控室。音控室。哦，
是配合节目部门完成所有的声音的一个制作。哦，所以整台晚会的声音都是在这间房间里控制的。对对对 对, 对, 对。哦，其实我一直有一个疑问，就是、比如说台上一些歌手在唱歌的时候，比如说叠个千纸鹤，再系个红飘带，然后老师您心里也会跟着，会这样吗？分歌。嗯，有点尬住了，也就是会唱的可以，不会唱的，不行。你别笑。然后我、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老师这些按键都是干嘛用的呀？这说了你也不明白。又尬住了。好，谢谢老师，打扰您。哎。你给我吃的特别好吃。老杨说、能还有免费的，闭着眼睛都能知道能走到哪儿、这是不可能的，这怎么能可信？你表演一个，我们现在就试试。你把眼睛闭上，往前走来。摘眼镜。哎，脚底下啊，往前走啊，往前走来，往前走。大概我们现在到哪儿呢？不是，你别说，闻味儿啊啊！南果梨清香，南果梨汁有没有？能。山楂汁有没有？最重要了不得了，太香了，妈呀！馅儿饼，三鲜有虾仁的这味儿，虾仁你都闻出来了？闻着。你得了，你把眼睛睁开来，瞅瞅，到哪儿了？啊，鞍山大饭店呢、这是不是大饭店、这是我们大集上鞍山的展台。哦，提到鞍山呢，啊，咱们这个绝对是风景秀丽，而且物产丰饶啊，是吧？你往前走啊，我还有话呢。说到鞍山啊，它有一宝，你知不知道？这你难不住我呀。哪一宝？玉呀。啊，对，人间之美在于玉，玉之极品出秀妍呢，这能难得住我吗？这个，而且呢，秀妍的玉雕呢，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项目。没错，现在大家看到的这幅作品呢，这就是一幅秀妍玉雕。这玉多润呢，像不像果冻？特别好吃，看起来。我们也请两位鞍山的朋友介绍一下啊，介绍一下这幅作品。好，两位鞍山老师，其实刚才两位老师说的特别对，我们这幅秀玉作品呢，体现的就是青山之真性，绿水之神秘。而我们这幅作品呢，是由我们中国一级玉雕大师孙玉龙老师历时7个月完成。它采用了浮雕和透视雕的技法，体现了绿水青山的意境。刚才说的时候我真看了一眼啊，其实这块玉当中的每一块它都充分的利用上了，并没有浪费掉任何一点点、没错，我觉得这个孙老师确实现在这个雕刻技法真的是相当的不错，真的是很好。孙老师一个对子，哎呦，才师花作骨啊，揽镜玉为神。是，老师有才。不是，你那边啊还有两个熟人呢，那馅饼没在呢，免费的。各位逛大集的朋友，咱的春晚大集逛得怎么样啊？开心就好。那么接下来呢，先为大家请到的是三位重量级的喜剧明星。首先，让我们掌声有请全能喜剧演员许君聪，草根喜剧之王张浩，场场爆棚的相声演员尤宪超。欢迎三位老师，请坐。哎，几位几次来到咱们辽视春晚了？辽视春晚我是第二次。哎，那挑了，我也第二次。没有，我应该第5次了，好像。常客。上几次来没带你俩？但是那几次都没用，就这次能火了。虽然有痕迹，但是听着舒服。哎，你看这求生欲就是强，是不是？既然已经是多次来到咱们辽视春晚了，咱们谈一谈对辽视春晚的印象吧。每年辽台的春晚一波又一波，包括那些喜剧的前辈基本上都在东北，而且每年也是辽台的春晚觉得是最接地气儿的。最好玩。再夸一夸。再夸你，等我再编编啊。想好再说啊。而且一年比一年好，尤其是这一次。对吧？你看他们眼神。那明年呢？明年那就看有没有咱们仨了啊。刚才有些话吧，让那个北京人已经给我说了。辽宁春晚吧，因为就是很接地气儿，你们每天看我是哈哈大笑，但是一到舞台上去跟观众那种近距离的接触，就是哎呀，就那个心咣咣跳啊。那一会儿晚上怎么整的呀？
就但愿今年能比去年强点，我就知足了。啊，对我感觉呢，就是上炕，啊，上自己家炕。啊，就太熟了，老放松了，那老放松了。哎呦我的妈，太歪了，我说哎，我要睡着了，我都要。咱们来一个成语接龙，第一个字儿从你们每个人名词当中自己选一个字，咱就找一个字儿，大家一块儿往一个地儿使劲儿。咱们唠这个春晚倒计时，欢乐家乡年的，欢乐家乡年，欢乐家乡年哈，唠在欢字儿上。哎，对，唠到欢字儿上，好不好？那您想从您的名字里边取哪个字儿？葱，葱，是不是？好，来吧，您先来，来，郁郁葱葱，匆匆忙忙，忙里偷闲，嗯，闲来无事。事事如意，意气风发，发大财了，发大财了。乐了啥呢？迷迷糊糊。哎，还真是糊了吧唧。这哪屯子成语？这是唧唧唧歪歪，歪歪唧唧，鸡鸣狗盗。道，对，道道欢欢，那就道道欢欢。哎，收了，漂亮。欢乐中国年。咱们每个人唱一首歌，但里边呢必须得带一个飞字。我要飞得更高。你预判了我的预判。小和尚下山去化斋，小那没飞哈。王菲你得唱了呀。摇晃着红酒杯，摇晃着红酒杯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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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没飞哈，没事，你慢慢来，有，没有，这里面没飞。你是怎么做到排除所有正确的？你是我的，小小漂亮，什么小苹果？哪村子的他这？你是我的王妃。我要霸占你的美，花蝶飞，花蝶飞，扑啦扑啦飞。算是三位这个蒙混过关啊！祝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，还有现场所有的好朋友们，咱们2022年虎年大吉，万事顺意，嘿嘿。顺顺利利如意年，开开心心好运年，平平安安吉祥年，团团圆圆幸福年。辽宁卫视2022春晚倒计时特别节目《欢乐家乡年》的第二期到这儿就要结束了，明晚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。让我们一起春晚倒计时，距离辽视春晚播出还有4天哦。锁定辽宁卫视，精彩不断，惊喜连连，欢乐家乡。